就算你有点肉就怎样，这两个颜色在你身上就是好看呀。你看一下我身上的这个衬衫，它是不是一穿上去的时候整个人的感觉就是很柔和的，而且加上它这个粉其实带有一点点灰度，是像那种就是珍珠粉的颜色，所以它不会那种太过稚嫩，这种感觉它就会女人味一点点。然后它的整个面料你看哈，缎面感做得很强，不会皱的类型，它就很适合上班，而且非常好打理。那在搭配上的话，可能很多女生就会有不同的风格，如果你们是偏女人味的职场风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搭这种紫色的裙子，如果你是属于那种走气场路线，希望跟别人不一样的话，就可以选择这种湖蓝色的裤子跟粉色搭一块，也会特别好看，上身的感觉。然后如果你是走那种比较优雅，整个人是比较内敛类型的，可以直接用这种粉色搭白色，是不是感觉就很不一样。然后如果你们是走那种比较休闲路线的话，就可以随意的搭这种蓝色的牛仔裤或者是白色的牛仔裤都可以。你看，所以这件衣服它其实是兼顾了可以上班的女人味，然后可以休闲的那种大方的感觉。